那边骑，十二栋那边。就在这附近哦，有很多车哦。然后那个绿点这边好像也有一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这边绿点下来？绿点下来了。少一只。我给你隔一个墙，完全看不到你。他停喽、哦。停在下面哦。你先下吗？对。连脚都看不到。看不到，他可以架我们。他在这个下面，可能只有一只吧，我没猜错的话。可能我看到了，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了，我连靶枪都没背弃，武器在哪？掉下去，我刚打中他两枪。看到哦，在这里啊 ！Nice shot！ 哎、欸，被打，被打！靠九八，靠九八，在220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干！我觉得有一个消音管在十二栋那边。看到，倒了，倒了，被打倒了。你们可以知道蓝点。在奥兰点狙，去蓝点，不要来我这里。找一只，我被打哦，后面有两个。还有还有还有，我这是直接死哦，是另外一组的。你打房子后面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是岸边的。175那边还有一只。房子里面有一只消音管的，我听到。不知道在哪里。妈的，打死这么多只都不能捡东西。岸边了，反正他在岸边就对了。哎，那个要想办法收，不然。还要跑圈一分半。你要什么背镜是不是？我有了，我有背镜。五的子弹不够了，打太多了。我去收，你帮我补。我帮你借啊。好，看到，在那个大石头左边后面。你跑一下给他挡，他好像没看到我。Nice。干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在我正前方，五方向五零线下，右手边，刚是在左手哦。抱歉了各位，我怎么先往前跑？36秒，下面有一台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就在这个房子后面的零线。我知道啊，他的队友。
六六六，还有吧？他队友，哦，是他绕过去的哦。我死了，拜拜。